三字经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，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，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。融四岁，能让梨，弟于长，宜先知。首孝悌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三才者，天地人；三光者，日月星；三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四时，运不穷。曰南北，曰西东，此四方，应乎中。曰水火木金土，此五行，本乎数。曰仁义礼智信，此五常，不容紊。稻粱菽麦黍稷，此六谷，人所食。马牛羊鸡犬豕，此六畜，人所饲。曰喜怒，曰哀惧，爱恶欲，七情具。刨土革，木石金，丝与竹，乃八音。高曾祖，父而身，身而子，子而孙，自子孙至玄曾，乃九族，人之伦。父子恩，夫妇从，兄则友，弟则恭，长幼序，友与朋，君则敬，臣则忠，此十义，人所同。凡训蒙，须讲究，详训古，明句斗。为学者，必有初，小学中至四书。论语者二十篇，群弟子记善言。孟子者七篇止，讲道德，说仁义。作中庸，子思笔，中不偏，庸不易。作大学，乃曾子，自修齐，至平治。孝经通，四书熟，如六经，始可读。诗书易，礼春秋，号六经，当讲求。有烂山，有归藏，有周易，三易详。有典谟，有训诰，有誓命，书之奥。我周公，作周礼，著六官，存治体。大小戴，著礼记，述圣言，礼乐备。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号四诗，当逢咏。诗既亡，春秋作，欲褒贬，别善恶。三传者，有公羊，有左氏，有谷梁。经既明，方读子，撮其要，记其事。无子者，有荀扬，文中子，及老庄。经子通，读诸史，考世系，知终始。自羲农至黄帝，
号三皇居上世，唐有虞号二帝，相揖逊称盛世，夏有禹商有汤，周文王称三王，夏传子家天下，四百载迁夏社，汤伐夏国号商，六百载至纣王，周武王始诛纣，八百载最长久，周哲东王刚坠，逞干戈上游说，始春秋中战国，五霸强七雄出，迎秦氏始兼并，传二世楚汉争，高祖兴汉业建，至孝平王莽篡，光武兴为东汉，四百年终于现，魏蜀吴争汉鼎，号三国气两晋，宋齐继梁陈城，为南朝都金陵，北元魏分东西，宇文周与高齐，代至隋一吐宇，不再传师统序，唐高祖起义师，除隋乱创国基，二十传三百载，梁灭之国乃改。梁唐晋及汉周，称五代皆有由，严宋兴受周善，十八传南北混，辽与金地号分，代灭辽宋犹存，至元兴金续歇，有宋氏一同灭，并中国兼戎狄。明太祖九卿师，传建文方四寺，迁北京永乐寺，代崇祯眉山市，清太祖应景命，敬四方克大定，至世祖乃大同，十二世清作中，读史者考实录，通古今若亲目，口而诵心而为，朝于斯夕于斯，昔仲尼师象陀，古圣贤上勤学，赵中令读鲁伦，笔记事学且勤，披蒲鞭削竹简，笔无书且知勉，头悬梁锥刺骨，笔不教自勤苦，如囊萤如映雪，家虽贫学不辍，如负薪如挂角，身虽劳犹苦卓。苏老泉二十七，始发愤读书籍，笔记老犹悔迟，而小生已早思。若梁浩八十二，对大庭魁多士，笔记成众称意，而小生宜立志。迎八岁能咏诗，觅七岁能赋棋，笔引物人称奇，尔幼学当效之。蔡文姬能辨琴，谢道韫能咏吟，彼女子且聪明，而男子当自警。唐刘晏方七岁，举神童作正字，彼虽幼身已仕，而幼学勉而至。有为者亦若是，全守业积思尘，苟不学何为人，蚕吐丝蜂酿蜜，人不学不如物，幼而学壮而行，上至君下则民，扬名声显父母，光于前裕于后，人以子金满盈，我教子为易经，勤有功系无益，戒之灾以勉励。